我帮忙。这样吗？不需要。请他排好。要中间对的。我们是。中间对中间。好了。他是。我终于少了两个。好了，老师。哎，不是，终于少一个。哎，不是嘞，老师说这个要那个会硬硬的。姐姐。他怎么了？我带地走的，手好粗。好，来，你就站在这边。来，我们来观察一下，看他们怎么做。这个怎么在摇？这上有几个？再去找那个大一点的叶子。那个。来，你看一下。先带着，等一下可能还要工作。好，可以。去拿那个呢，小米团。好，去拿小米团。要铺好，我来帮忙。嗯，你把它排好，那个皱皱的，快来调整一下。我换掉。哎，那个翻过来，翻过来。好，你先准备我的小米，我先准备一下我的小米。谢伦才刚开始，开始。你不要再捏了，快点做啊！看一下，不要剪，放下。看一下我们怎么，看一下同学们都怎么做。看什么？他怎样？啊，他要观察我们怎么做啊，因为他刚刚没有看到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个勾勾吗？为什么？在那边呢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问他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勾勾吗？那个勾勾要干嘛的？你想一下嘛，为什么要这样捏？他们想干嘛拼命的？哎，要放猪肉对不对？要把它合起来嘛哈。没关系的，等一下放在旁边，它旁边怎么办？等一下，等一下你再移动啊！等一下你再移动，你等一下包过去的时候可以顺便移。一起做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应该是在这里的，没错啊。哦，他要观察他们怎么做。我们自己在做呢。啊，等一下，你知道要怎么把肉包起来吗？我知道，这样子，然后再把这个。你看，对。我们要两边捏起来，对啊，我在问他，他就可以帮我们解答，因为他在观察呀。哎，这个要小心哦，这个东西。太多了啦，大不成。太多了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离开我们。好 ，OK， 开始。稍高一点。你们有一块不嘟噜丢在旁边了，要调整一下哦。对呀、啊。这个叶子没关系，看它多，快点了，好，谢谢。喂，喂，丢出去，丢出去，它太多了。我们这边好像，这里太多了，这里太多了，可以拿走。太少了啦，我刚才都看很多嘞。好了，反正这包不起来，没关系。对啊，至少要捏起来。至少这边很多。至少你要捏起来，盖住这样。太多了。牧尘，你去那边吗？我想在这边。我去帮你们准备那个绳子，去帮你们准备绳子。牧尘去那边。那你要帮我捞什么？因为我想要，我还要接。那你就过来这边跟我一起吧。好的。那你知道放在上面的叶子叫什么名字吗？叶头叶。叶头叶吗？
打错哦，这个是什么叶子？香蕉叶。啊，它上面铺的那个呢？不是叶桃叶，再想想看。嗯。还有什么叶子比较常被我们吃掉的？叶桃叶没有被吃掉。哦，阿拜的时候。真的没有办法跟你说，想不起来吗？我提示你一个字号，夹什么？甲酸什么？甲酸叶。哎，差一个字，甲酸。甲准备了。对，甲酸章就是那个。哎，我要折。好了，要开始包了。不是，那个白色的那个，先不要这个，先不要断的。它有那个，有加那个什么什么标的吗？啊，这是小米团，对，那个黏黏的，你在说黏黏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小米，它是小米，小米团。他找，然后再高一点，整个都拿走。好，可以。哎，先转吗？厉害，转了，还没，已经转了。厉害的，厉害。不，不脆。等一下，你们绑的时候，它就绑起来了。还是我们还在用一个？啊，还在一个？干嘛？还没绑绳子呢。啊，不是啊，我们要先准备啊。啊，不用啊，先绑绳子，等一下再给你们，因为这都削好了。老师还有很多呢。可以，你们先绑。知道怎么绑吗？你们前面要留一点点线，我们要打结的哈。对，留一点点线。没有，先赶紧折返动作。好。这个留一点点啊，这个要压着。好。有一点点线，然后这样子，反路刚刚是这样子做的。嗯，绑的时候留稍微长一点哦。你要稍微留长一点哦。欸、你不是肉哎、欸。你怎么绑的啦？我来帮你们绑啊。你高飞娘，我光吸了，就这样子。目前再绑紧一点。啊，我们是在我们在接线的啦，那么短。我们是自己做的。我明天怎么拿那么少，只能三个。哎，幼儿园老师拿走了，他们也在用这个呢。可以再去拿，没关系。你们也在用这个。我来帮。我先去帮你们。等一下。那个不收了，给我不收了，给我。开始咯，往下，这里，下面那边有。哦，拿那么多，等下这被太阳晒干就脆掉了呢。先拿去阴凉一下。老师，这样子要给我们奖品吗？要不要反过来？妹妹，你要不要？妹妹。反过来。这样你会不会照绑？绑。老师要给我们礼物吗？还是糖果？来，你们不是不能吃糖吗？等一下，你们要弄漂亮的，对不对？想一下，你要怎么折，你要怎么拉，它才会被折得很漂亮。啊，记得那个距离要拉好哦，前面那个距离要拉好。
然后稍微整理一下你的打结的地方。整理。对对对。拉一下，对，让它漂亮一点。然后再绕到下。然后，距离尽量差不多大哈。要拿一条喽。先抽嘛。拉一下，要整理一下你的线。太松了啦，这个太松了。那你再整理一次。这里 OK， 就是木层。你拉紧之后再把它往下穿。好，拉紧再穿。我们觉得穿过去的时候也要再拉一次。可是我们觉得这还是很好。好。再密一点点。密再密。靠近一点。那个结打在一起一点。好，这样子。先整理，放进去。对，先整理好，然后拉一下。好，要担心，好，拉一下，对，好。可以一个人。先不用拉太大力。可以一个人做一个。哎，因为空间不够，所以我们先这样。没关系啊，好了耶。我们再做一个就。可以。这个是最后一个，反正它两条。看还有多少不多啊？两条了。好，接一下。来接，帮你手上我接了，我都没有下过。没人，要这样。我会要。还要再接上面吗？谁啊？我会用，我那号我用，看我用那个烙，好好用，还没吧？干嘛那么多节？两个就好了，太厚了，等下你们不好穿，拉一下哦。这个没有用了，你要绕。对，稍微整理一下，让你的线左右拉一下，让它紧紧的。先等一下，把木绳先整理。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呢。接着。二十了，你这好可爱哦。老师，我们阿爸要做，整个要做几个？我们你看那些肉啊，因为没有做完肉也很可惜。等一下，我们有的可以包那个其他的吧。那个绕到后面中间，从中间开始，从中间这里这样。
你都帮你接到这里。它是香蕉叶，对，因为它在晒太阳。来，这里讲香蕉叶，它是热热的啦，不到烫了。我们有点做的漂亮，就是这里。你们有拉线啊，整理它就很漂亮啊。你们可以一个拉一个整理这样。这个怎么办？我们这一，我们自己做那个呢。哦，好。来这个边，来起来。那不是他。还可以再做吗？可以啊。还很多吗？整理一下看。要把这个叶片，要把这个香蕉叶给它做完吗？来。来老师要把香蕉叶做完吗？老师要把香蕉叶，快干了吗？香蕉叶还剩一点点了，所以包最后一个就好了。剩最后一个，然后你要把肉包完。好，那我们拿补肚肉。哦，那这个是我们的。好，那你先去拿补肚肉啊，不然不够怎么做？太小了。那么少够吗？老师，这个要怎么办？好，来把你一开头是不是一个结，对不对？你一开头的结在哪里？一开头的结在这里吗？好，打结。怎么打结呀？跟你刚刚打的一样啊。先把这个，没有，跟这个绑着，跟这个绑着，一条就好，一条就好，你选一条。你看湿湿的，这样可以了吗 ？OK， 可以了。你跟妈妈成要做完了，帮拿一下刀，我帮你们切一下那个。刀，嗯、刀呢？你过去拿好了，再哦好，等一下，这旁边那边。我们自己在。老师，这个水是可以喝的吗？